时针勾完以后，我们给它引拔过来。第二十四针是不加不减的啊，我们第六圈继续勾，我们给它勾一个。我们在这引拔这里，我们还勾一个短针。我们下一个洞里，下一洞我们还勾短针。我们这回给它减针，我们给它减去啊，我们给它。隔一针减一针，就是给它套给它勾过来，我们这三个套给它勾拉过去。我们下一个里我们就不减了，我们还是勾一个两个，还是隔二减一啊。我们一个两个，还是一个两个，一个两个，还是给它减五针。我们勾一个两个，看我们正好减去啊，给它减去，减去六针，剩十八针，我们在这里给它引拔过去啊。我们不要，哎呀，不要引拔了，我们到这给它换线引拔，换线得给它引拔过来，我们给这个线拽一下，给它往里压一下，不要它有线头。我们给它勾上，这回我们在引拔针里，我们给它勾两个红色的啊，换个颜色线，勾一个，再勾一针，两针，我们线不要再带了，再带太厚了啊。我们下一个洞里还是两针，加针。我们还是继续啊，这一个洞里都是两针，就是十八针变成三十六针。我们继续自己往前勾，我们这个红色线勾完以后，我们还是给它搁这个引拔。因为我们这里一个里都是两针啊，十八针变成三十六针，就这个三十六针你们继续往前勾，勾到我们宽线是九厘米宽啊，这一下，这一下是九，看我这个细纹小一点啊，不要带太大了，这一下我们也要九。就这么大就为止了，这红色的我们自己就继续往前勾。我们这个包勾啊勾大以后，我们给它最后这一圈我们给它引拔一个啊，我们还是上这边来给它引拔上。引拔这以后我们不要断线，把这个继续，我们就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引拔。我们就是这一圈都是这么勾，
们就这，就是没有变化的啊，给它勾完。勾完以后，我们这个线头给它缠好。我们这线头给它往里掖一下啊。我们这个包勾完以后，往下摇一下啊，看九，我们正下高下也需要也是九。